你这个又矮又粗的人凭什么体重过半？撑得跟猪一样！我撒手了啊！不，一、二，你敢？一夜没睡？一会儿就去。 你不是说你没事吗？骗你的，我有事，出大事了，看出来了。 太孙子了！训练赛的视频为什么要放到网上呀？宣誓故意挑衅，逼得俱乐部不得不出面回应。然后又刻意针对童谣，现在又擅自把视频放到网上，引导网友网暴我对新中单。这行为简直就是无耻！秉儿，你们俩最近情绪波动有点大，你要乖一点。嗯，也怪我，没跟俱乐部据理力争，让别人欺负他。唉。 小姐姐才来多久就惨遭阿泰这样的毒手，她不会从此一蹶不振，不敢再上场了吧？这姑娘不会自闭了吧？这都在房里关一天了。她要是真的这么不堪一击，还真不适合打职业。她毕竟是个新人，这种事情应该也是人生中第一次遇见。哎，我们作为她的队友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更应该要理解她。对，她毕竟只是个20岁出头的小姐姐。 我们得保护他，关爱他。哎呀，你别老闷闷不乐的，你开心一点嘛。走吧，您看一下需要点点什么，谢谢。看，喝什么？我不喝酒的，不会喝。没让你喝酒，我是带你出来散心的。挑一个。 长岛冰茶，就这个吧。两杯长岛冰茶，好，稍等。长岛冰茶是你的坚强，不就输了一场训练赛吗？哀家刚刚开始打职业联赛的时候，因为太年轻经验少，被人打到心态爆炸，那是常有的事儿。害怕被我看见，偷偷跑到阳台哭，整个就是一小哭包。但是哭完了，第二天还不是又颠颠的去准备下一场比赛？我也没憋住。 哭了一早上，上一秒还说自己不脆弱。行了，小姑娘哭一哭不丢人的。嗯，哭得像鬼一样，还被某人看见。你嘟囔什么呢？瑶瑶，既然是比赛，肯定是有输有赢的。想想也知道，怎么可能一直赢呢？ 只不过是一场训练赛，你还有整个全国联赛呢。别人说的话，你何必在意呢？这样，我给你买水军，掐回去。对呀。别看这些负面的东西了，我带你来是来开心的。
别喝了。服务员，再给我来杯冰红茶。快坐下。冰你个鬼啊，那是长岛冰茶。简阳，他怎么来了？哦，你通风报信，你个狗崽子，你命不想要了。哎，过来。啊，这来干嘛呀？他俩一对，我俩一对，多好。洋洋，别喝了，走开。走，我带你去洗把脸，透透气。我又不直播，又不比赛，又不上台，我干嘛要洗脸啊？你是谁啊？都11点了，童瑶怎么还不回来啊？这傻丫头不会去跳海了吧？SOHO酒吧，快来！你找陆思成干嘛呀？我不找简阳了吗？他们俩说不定今晚就复合了。虽然这些话应该在你清醒的时候跟你说，但是我还是忍不住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们复合吧，好吧？队长大人，你终于来了！喂，姐妹快醒醒，有人来接你啦！我怎么觉得我好像看到我们队长，他凶神恶煞的看着我，好想要把我扔到海里去。那我明天开船给你捞尸。他怎么醉成这样？他心情不好。我又怕他闲着跑到网上去看那些风言风语，结果没想到喝大了。哪里，我喝的是冰红茶。闭嘴。怎么在梦里还这么凶？我先带他回去。我送童瑶回去。我是战队队长，我有义务把他送回战队基地。我是他前男友。前那就是过去式了。我手上，我要穿。你又不走路，你穿什么？再这样把你扔下去了。凶哥，你怎么到哪儿都这么凶啊？你这不能善良点吗？背着你已经是我最善良的举动了。孩子，你知不知道电竞比赛有输赢很正常？知道，这不是你之前跟我说的吗？那你知不知道？无论别人怎么喷你，都影响不了你成为一名优秀的电竞选手吧？我知道啊，所以我根本不在乎那些喷子的言论。昌哥，我不是因为输赢，或者是那些言论，或者是自己的自尊辛苦的。我是不喜欢拖累队友的自己，焦虑、不安、自卑、自负。我真的能打好职业吗？我真的会这个游戏吗？我真的会遇早前这个式神吗？简阳他们都不理解。其实，遇早前对我来说 是一种信仰。对，琼哥，如今我信仰都崩塌了，我该怎么办才好？要赢的决心，
建立新的信仰怎么样？哪有那么容易啊？你不试试怎么知道？试了就知道。你要知道，你可是名声从几百人里面选出来的，你质疑他眼光吗？我也可以教你。成哥，你骗人！你那么强，怎么受得了这种侮辱？这种事你陆思成教不来的，你那么骄傲，你怎么不说话？突然觉得你说的好像挺有道理。醒一下。嗯。你现在这样回去，小瑞肯定骂你。我去给你买醒酒药，你在这里等我。笨蛋，我才没有醉呢，吃什么醒酒药？我刚刚还在跟你聊人生理想，要多清醒有多清醒。成哥，你不是去给我买药了吗？你怎么比我还先回来了？干什么你？成哥，基地有鬼，基地有一只和你长得一模一样的鬼，超级吓人，超害怕。从我身上滚下去就封存。不，基地有鬼。下去。我不。童瑶，我希望你明天醒来的时候不要承认今天所做的事情。承认了又怎么样？我能清静一个月，你这个又矮又粗的人凭什么体重过百，沉得跟猪一样？我撒手了啊！不。一。二，你敢？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怎么，你不是鬼啊？你见过我这么帅的鬼吗？你们俩长得好像啊。一个爹妈生的。当然长得像，陆月，明神，刚刚看你们进门的姿态，还以为是你女朋友呢，差点要发消息给老妈报喜了。他大儿子还是喜欢女人的，他老人家可以睡一个安稳的好觉喽。闭嘴，陆月，你还是老样子啊，没个正经。不过告诉你啊，我们现在已经有新的中单了，你回来晚了。什么玩玩啊！我不是被禁赛了吗？那么早回来也没用啊！什么？你被禁赛了？活该！我可太高兴了。哎，有没有人能管管这疯子？那我给老妈发个消息吧。哎，妈，最近天气转凉，今天路过我哥的战队，想给他送件保暖的衣服，可是看到之前和他传绯闻的教皇。居然千里追妻来到中国，还和我哥一起出现在床上。嗯，拥吻。你发试试。啊。
这世界很酷。